来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馆山最豪华的饭店深罗二楼的餐厅，那也就是说他们晚餐的食肆处，听说不让小朋友进来，怕会影响大人用餐，所以太小的小孩子不要带过来，这边是大人的时光，大人的旅游。来看一下这边有九窍，深罗。